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-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-35。不要管往生，我们只问来世，这辈子要做好。不管往生，我们学武教的人只问再来，不问往生。师父，我们这次回来不是来送你的，我们是来迎接你的，您赶快回来。我今随佛出家，我今随佛出家，孟参为本师，上孟下参为本师，如来至真等正觉，如来至真等正觉，是我世尊，是我世尊，慈悯故，慈悯故。您跟我说，今生你负我子，来生我负你子，我们就这样子寂寞寂寞再寂寞，梦不醒，我们梦不醒，永在梦中定。我们修行，我们是希望转生再过来，那来的不是来享受物质，来的是要享受他这辈子所做的各种，来看看子孙的成就，菩提道上的成长，以及我们佛法复兴兴盛，这种荣景，现在是末法法灭时期，希望他再回来，我们的努力啊，能够把正法再复兴起来，那他回来就可以接下去真正的弘扬了。
出弟子寂寞，率领四众弟子回来迎接你。因为我们本来是在看你的，你突然走了。我们会像今天的场面来迎接你，当然希望他过去的努力这个成果啊，未来啊他能够享受到。我师父弟子寂寞回山朝觐，正巧你已离开，我带着你心心念念的四众弟子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还有我们的第三代，我们都回来。大家都想着要看舍利啊，要分舍利啊。当然，很多佛教徒这是很殊胜的事。我们要的是法身舍利，不是色身舍利。师父的法你能不能继承下来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师父的法你不能继承下来，那光是那些色身舍利，随着大千世界的毁灭，那什么都没有。只有法身舍利才永恒的存在。我们学佛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法身的成就。寂寞寂寞再寂寞，我们梦不醒，永在梦中定，这东西都是我们一再的相互勉励，你负我子，我负你子，我们相互的在梦中一再的演进这一段。